大家好，我是欢迎大家在我们婆婆说今天是九月第三次奶茶新品选品大会。第一杯库迪深椰米乳拿铁，冰32块钱，到手8.8块，8.8块。好的，卷死了，真的是。现在就是9.9块，8.8块，7.7块，准备把库迪摁在地上打，就让他亏死，你知道吗？还没上市呢，这个价格战是什么感觉？我喜闻乐见。这里面呢是咖啡，加上厚椰乳，还有香米厚乳。瑞幸不是喝茅台吗？深夜的酒，伤您的肝；清晨的粥，养您的胃。最脏的商战，往往很简单。把他们家发财树给浇死。怎么样？就是没什么味儿。没什么味儿啊？就是有米香的拿铁。那不就够了吗？和茅台比，那肯定差得远了，没啥味儿。这个米加进去的原因是什么？它像是米烧。就是以前那个煮粥煮久了那个米汤，然后说没关系，我撩上面的喝，没糊的那个部分那个米汤喝，就那个味儿啊。下一杯库迪还有一杯叫小柑橘米乳拿铁，里面有柑橘味道，然后其他就是拿铁加上米乳酱，原价32，到手16.9块，没有觉得那么好喝了，就是那种橘子假糖，嗯，是的，橘子咖啡糖的味道，不好喝，没有很值得，好吧，这场商战哦，不好吃，就很焦灼。但我觉得说库迪有你在真好，它就是个威胁嘛。对对对，下一个幸运咖金枕榴莲拿铁，好，商战里面有幸运咖也真好，13块钱标准甜，里面是有一两的金枕榴莲，加上咖啡和奶哦，真的有榴莲肉，看到吗？很少，但是它真的有，是榴莲果泥，不是榴莲肉哦。榴莲果泥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榴莲果肉再加点添加剂是吧？榴莲果泥不就是把红榴莲肉打成泥吗？哦，不一定哦，一般吧。啊、哦，比库迪好喝呀。好喝多少？多，那不是榴莲果肉，它是榴莲的冲粉，感觉榴莲粉冲出来，像那种奶粉打的奶盖，然后里面就是榴莲粉打的奶盖，或者说那种冻干榴莲的那个冻干榴莲粉打成了泥之后，再加了点那种什么米浆之类的打出来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好一点，但没有好很多，好吧。幸运咖还有一杯金枕榴莲幸运冰，牛奶加榴莲，你这个配方是想逼死谁？念一下，我不敢念。14块钱，牛奶榴莲啊，好棒。我最多也就错两个字，他牛奶两个字都是错的。奶还错了，是奶不是奶，牛奶榴莲，那我对了哪个字了？莲。这杯怎么样？好喝，好喝，只要不搞咖啡就还是有机会啊。但它叫幸运咖哎，叫幸运莲吧，这杯真的还可以。不给蜜雪碧成母公司干嘛？不好，又不喜欢、啊。比上杯好一点，上杯太冲了，这杯稍微违和一点。加了奶之后，温柔一点，可以接受。好喝很多，可以喝的。而且天气有点太冰了，喝这个是不是啊？这大降温啊，你上这种新品。但是实话说，它那个榴莲是不是那个活的榴莲肉？有一点点偏甜的奶精味。是活的榴莲肉，鲜活，知道吗 ？Fresh， 这个榴莲在我嘴巴里活着。下一个奇分甜，太可爱啦！奇奇弟弟，我们这个是奇奇芋泥米麻薯，16块钱标准甜，还可以再花9.9块买个奇奇弟弟的碰碰杯，我也是盲盒了。你看这杯子好像还可以，可以，但又没有那么可以。还有贴纸，然后还会有贴纸。哦，这是我的爱，但是我上面贴满了，我没有满。哎，我也没有满，我也是空的。这里面是红茶，加上荔枝、芋头，还有米麻薯。这个配方应该不会特别难。但我实话说，它这个设计的没有那个上次的那个史蒂奇的漂亮。对，我认为不好喝。太难喝了。不好喝吗？为什么不好喝？都是汤，不是你。啊。你搅开，我搅了。来，给阿爸说句公道话，我们只针对于奶茶，不针对于 IP 哦。迪士尼人什么时候能少一点啊？人真的太多了，收购他，或者花2亿承包他，哦、2亿，到时候我们公司清场团建。哦，你看，我看他们很羡慕了。那有啥意思？那可太有意思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喝的，就是有一种那种喝粥的感觉。我也觉得挺好喝的，就是稍微有点偏甜了。嗯，对吧？米麻薯和那个芋头，它很神的时候，那个芋头是塞在那个米麻薯里面的，然后呢，外面是那个红茶汤。我建议你，如果换成牛乳，可能会更好喝一点点。下一杯，弟弟抹茶米麻薯，抹茶味的米麻薯加上玫瑰红茶，抹茶的和芋泥的比呢？哪个好喝？抹茶的好喝。哦，上一杯好喝。你们俩有不同的意见是吧？打一架。是的，无条件支持这个。有的人不爱喝抹茶，有的人不爱吃芋泥，你知道吧？我喜欢喝上杯。我喜欢喝甜甜蜜蜜的，这个是苦的嘛，抹茶的，但都好喝的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我觉得抹茶的更好喝一点点，芋泥的有点甜。没有，我爱的就是那股甜劲儿。嗯，你会放的还少吗？没关系，多自己。芋泥里面还有红豆，有一点点类似的红豆的东西，之后口感会更丰富，就没有那么的苦味啊。下一杯茶百道真玫醉绿茶，哎呦，这一杯好厉害啊，玫
见青梅酒的联名，那所以他喝完之后是不能开车的哦。正常冰18块钱，大杯不可选甜度。大家现在都跟酒联名了是吧？这个应该会好喝、哦，青梅加桂花糖浆呢，真的是有颗青梅在里面。看出了真桂花，我看这网友说他但凡比那个瑞幸出的早嘛，跟酒联名，结果他被掩埋了，不好喝。但毕竟有茅台，茅台是什么流量，什么顶流，好喝吧？酸酸甜甜，真的很好喝。哎呀，吃烤肉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好喝，清爽的。很好喝，好吧，绿茶加美酒嘛。但实话说，直接喝美酒可能会更好喝。可能没有戳中我点，我觉得是中等偏上一丢丢。这属于爱喝酒的人觉得它有点淡，然后爱喝茶的人又觉得它有点酒，就可能会有点要拿捏一下下啊。不过它输给瑞幸，我觉得不冤。是吧？下一杯 Coco 懒人16冰 ，Coco 和内心小孩的联名哦。谁的手机还空着呀？这么大，你们手机贴不下？我有平板，我有电脑，又有贴纸了。他是 Coco 的人，然后是内心小孩，就是那个玩梗打工人的那个表情包啊。这里面是16果粒加茉莉绿茶，好喝吗？很好喝的，就是带冰了，很好喝。哇，好冰哦，我嚼都到冰了。天哪！而且这个16感觉一点紫都没有。我们昨天刚吃的螃蟹，就整个人体寒的不行。好喝的，就是有点冷，夏天的时候喝或者。军训的时候，国庆时候出去玩还是热的。它冰的点是它那边16都是冰的，16好冰啊、哦！但是软籽16，就是没有什么籽了，蛮好吃的，有点偏甜，可以稍微再降降甜度啊。下一杯 Coco 白玉甘蔗柠檬茶，15块钱正常冰，7分甜，铁观音茶加上甘蔗还有柠檬片，据说那个柠檬的味道会比甘蔗的味道更浓一点点。怎么样？不好喝啊？太苦了，甘蔗苦啊！哦，我本来想说它高级的，但是确实我是尝不出来的这个感觉了，就感觉是柠檬泡酒了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是色嘴的色，好色哦！啊、超色。然后它就是甘蔗和那个柠檬都没关系，还不如喝4块钱的蜜雪冰城。是。下一杯 Coco 茉莉花拿铁咖啡，原价17块钱，这个到手9.9块，哦，7分甜，里面是茉莉绿茶牛奶加咖啡，喝之前一定要摇一摇哦，有很浓的茉莉花的花香，特别香，我都闻到那个茉莉花的香气了。好浓啊，又香又苦，不可能香水也就这味儿吧，感觉虽然我没喝过香水啊，是那种苦味，它是像那个喝到香水的感觉。哎呀，干什么，你们这样怎么赢得竞争啊，苦的要死，像是茉莉花的驱蚊水，很香。下一杯清又清茶，一个新品牌哦，杨枝甘露，冰17块钱，5分甜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扬州的奶茶品牌。阿青夹带私货，但是我在我家那边可没有看见过这个。它全国可是有300多家门店哦。本来我想说谁，但是后来他跟我说有300多家门店，我想说哦，挺厉害，就是纯杨枝甘露，是他们招牌的。我们喝喝看啊，来，里面是芒果肉加上椰浆西米和西柚，喝起来呢，说实话有点。这是淡奶版的杨枝甘露，掺水了，好稀哦！我不喜欢喝这种，是水儿。水，对。他如果做杨枝甘露，就是要吃那个粘稠。对，我要一杯挖下去，有很多尿嘛。主要是在里面吃不到那个什么芒果肉。下一个，他们家还有一个清又清茶奶香豆腐奶茶，这就蛮有特色的啦。13块钱奶香豆腐加上特调奶茶，奶香豆腐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的小料，有点像是那种之前眷村就会有那个豆腐。哦，我们这儿马五旺哦，早就不排队了，没人哦。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喝，有什么可值得排的？马上茉莉。奶奶也不排队了，我跟你讲，不排队了，所以公道自在人心，好不好喝大家又不傻，不好喝有什么可喝的？但是那个好像黄油面包还是会排队的，对对，是的，那个得排队，那个确实好喝，它值得，还行哎这边。但是这个感觉是那个速溶奶茶，就是比较绵绵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蛮好喝的，香飘飘奶茶，也很像。是不是啊？就是那个味道，有点古早的感觉。但他们家那个奶豆腐蛮好吃的，是香甜甜奶奶的。这个小料确实蛮厉害的啊，可以吃的。有机会啊，它这个可比那个什么杨枝甘露好喝多了，而还便宜。下一杯柠檬森林黄金百香果金桔柠檬茶，19块钱，标准甜标准冰，百香果加柠檬加金桔，喝喝看啊。这是什么上面送的小玩具？哦，阿布。哎，我们这儿应该有3个这个东西了吧？都被他咬烂了。问问你儿子，最近我女儿没有来上班。好喝吗？蛮好喝的，就是认甜。不应该选标准甜是吧？蘸蘸糖。太甜了。那应该就是丰富的百香果的那个糖浆。哦。这么甜啊！好酸啊！哇。酸啊！你们这么能接受酸吗？我感觉还好，就是感觉是甜的。好酸啊！又酸又甜。不甜啊，好酸呐、啊！他如果再不放糖的话，会死。好吧，给我写的那个资料说是酸甜适中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可是我俩真的是
甜的，好酸，我真的感觉喝是甜的，我牙都倒酸。哎，它那个酸是那种金桔和柠檬的酸，嗯、对，它真的是感觉到一身痉挛。是因为昨晚没吃好是吧？因为最近可能就吃沙拉吃多了，我就觉得得吃烤肉，没力气是吧？要吃肉，太酸了。好，本周奶茶新品总结榜单在这里，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杯呢？来，一人挑一个，我先一个，男人十六，能挑的不多啊。真没醉绿茶，嗯，一样。好，那我就选那个清又清茶的奶香豆腐，又便宜又好喝。没人选奇奇弟弟吗？还可以更好。今天视频就是这样，爱你们哦，不。